好的，让我们欢迎演员杨洋、杨颖，欢迎两位。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杨洋呢，主演影片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影片，在表演上啊，他能既适配现代时代的这种风格，也能够演绎古装奇幻的人物。他的作品呢，也是深深的得到了影迷们的喜欢。欢迎。没错，杨颖作为他的这个代表作第一次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还有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等很多影视作品的历练，也能看出来他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喜爱，也能看出他演技的一个成熟和进步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红毯迎来的又是一支强劲的队伍，他们是